好的，这一集呢 ，Rick 建议我们要迁移到昨天占领的区域。那他说那边呢可以获得很多资源，那我也认同这个想法，所以我们就出发吧。那地图呢我已经标了，你就跟着这个路线走好了。全部都是丧尸，但是不影响我们前进。就交给 Rick 了。昨天有大概三个人啊来投靠我们，怎么又多了三个帮手？对，这次那个基地应该可以建立起来，而且是很完善的基地。哦，不用那么多人围殴他吧？等一下有个僵尸过来，还用爬的。我把这边做一个那个车库门好了，不然僵尸一直进来。等一下我少血，我先补一下。补一下血。哎、欸，那个是什么 ？Gate。OK， 我把这个 gate 放在这里，这样子我就可以控制它的开关门了。哎、right. 欸，为什么挡住了、啊？是，哦，有东西挡住了。躲开啊，卡尔，挡住我的路了。OK， 这样子，哎、欸。这样才对。好诶、欸、这个门够大。我先把它锁起来。等一下那怎么锁啊？诶、欸、把它变另外一边去了。这样不对啊。好，我先把这个货车先移走好了。这个僵尸尸体让我自己也不能动了。我先把车开过去。哇，你们上车上很快哦。我挡住这个路口好了。OK， 你们先下来。然后我想应该是有方向性的吧。这台车，这两台车我可能要先把它移走。呀，那边有人卡住了、欸。我先把他救出来好了。这台车移到这里，然后这两台坏掉的车就把它丢出去了，放在门口。这里还有一台，其实用车子把它挡住也可以啊。好，不管，我要先做那个车库门。是这样方向性吗？看起来应该是。应该是尸体挡住吧。那我把尸体移开好了。这尸体又飘在空中了。这样应该可以关起来了吧。可以吗？哦，我看你们都进来好了。这个位置好像不太好瞧欸。OK， 你们先去休息好了。笑。去忙你们的吧。走啊。好，这个门可以关吗？我看看。可以关吗？印象中是可以关。欸，为什么不行？我觉得应该是位置吧，位置不行吧。怎么拿出来啊？好像卡在里面，真是的。好吧，不管了。我觉得我们把那个沙包堆在这里好了。我觉得那个门可能还要需要花时间去整理它。我把沙包放在哪比较好啊？如果那边就是我正前方这里可能是我们的车库的话，哎、欸，等一下。卡尔在干嘛、啊？他有事吗？他好娘哦，怪怪的。好，我知道经过这个尸变之后，大家都变得怪怪的。我今天不管他了。
我想我把那个沙包堆在这个路口好了，这样僵尸过来的时候，至少还可以防御一下。The barrier 是算是木板吧，木板好像其实也还 OK 啦，虽然说没有那个沙包这么强。放这里 barrier OK， 我再放一个在这里，然后我觉得应该是要堆沙包的时候。但是堆沙包之后就不太好过去了，堆一个在这边好了。哎呀，不小心射击了一下。那这个 wall 这个 wall 其实跟木板很像啊。它有高度的，它可以桥很高。这个先不要好了，我再一个门，一个门应该可以。那这个门它其实可以上下，看一下这个上下，它其实还蛮大一坑的，放这，然后我再一个 barrier，OK，放在旁边，哎，过来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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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 ，OK， 这个位置非常的好。OK， 出来啦，对不对？这个位置非常好，但是我觉得僵尸这样死掉，僵尸过来上面怪怪的，我把它射下来。Rest in peace。OK， 这样子应该会引来僵尸的声音，对吧？僵尸的注意啊，所以我们可能要尽快的把这个 fence 给它修好。为什么一直在选址啊？我的食物没了，我要先冲击一下，不然它等下就挂了。OK， 这样子应该够吧。I'm just filling up。所以他这个门就真的卡在这边哦。哇，我先把它拉出来好了，拉出来，拉出来，不然这样我没办法动啊，对不对？拉出来 ，OK。这个门放在这儿，这，对啦，它其实是可以收起来的，它其实就收起来而已啊，那个尸体不要。OK， 我这样子，这样可以关吗？我知道了啦，知道了，往前挪一点，我觉得应该是往前挪的关系吧。方向性问题，我觉得还是方向性问题哦。放着 ，OK， 这样，所以它不关吗 ？OK。它关了，可是它的距离不够长啊！可不可以啊？可不可以啊？我想把它收回哦，我觉得它没什么用。哈哈哈！它就这样卡在我前面了。喂，这个门在怎样？我怎么收啊？我收不起来。这个门我不要了吧，我拿这个车子来挡，挡一下，弹走了啦，车子弹走是怎么回事啊？不要闹好不好？好，应该可以吧？有一小段路可以让我走动的地方，对，这样应该会比较好吧？然后把尸体堆在门口，然后留一个这个地方，其实我可以这样做，没有？有一小块路，为什么要翻车 ？OK， 这样应该可行啊。那我再拉一个垃圾桶出来啊，垃圾桶拉在这里。Yep，OK， 这个位置非常好。这个垃圾，我觉得这垃圾好像没什么用，堆在旁边好了。这个木板应该还可以挡一下子弹哦。好。好吧，我们可以开始干活了。前面的作业比较麻烦一点了。这个基地非常的好，非常棒。我先把门锁起来。OK， 这样僵尸就不会进来了。那么昨天那个任务的车子还在这里啊。然后里面有很多叛乱分子，还有坦克车。重点还有这个工具啊。我到时候可以改装非常多车子出来。看，
让大家看一下坦克车。哇，这台超赞的啊，不是？根本就不用搬回家、啊，对不对？放在这里就好了。然后我觉得这个 fence 可能对我前面这个 gate 的部分啊，可能撞一下烂吧。我到时候可能还是要再加强它一下。那我们现在先加强里面的设施啊、我可能需要一些工具啊。那我全部都从那个警察局那边拿过来了，所以应该是够用。对啊，上面有一具尸体、啊，我先把它处理掉，不然这样看来很讨厌。OK， 这个尸体就给它挪走，挪到边边去，把它丢着。OK， 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来看，我们有油啊，这些油可以做什么呢？我们可以做燃烧瓶，做炸弹，然后做很多，几乎是很多东西可以做啊。我到时候再一一呈现给各位。然后我们有全洛圣都的地图，看一下这个地图。这个地图超赞的，这样子我就可以找寻我的家人了。那目前电脑是没电的状态啊，我们到时候用那个汽油把它修好。诶、欸、这个是什么？是实验室吗？可能是实验室吧。哦，桌上有甜甜圈、咖啡、眼镜、手电筒，还有一些奇怪一些东西啊。我们未来可能也是会用到，哇、哦，这台主机耶，这个主机不错哦，也搜寻我的家人。这台车挡在这边很烦哎，为什么 Rick 跟卡尔都怪怪的？你看，这两个人是怎么回事啊？看一下，近距离看一下，卡尔，你别在跳舞了，你真的很娘哎，怎样？没有女生陪你要这样吗？这个姿势非常丑，你知道吗？对哦，啊，我讲错了，这是 Rick， 你们两个让我分心啊！哎呦，天哪、啊！我觉得我要把你的性向改一下，真的，这性向怪怪的。这个是animation menu 嘛？是，应该是。Spoken style 吧，是。Out of bullets， 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你看起来像女生啊？是 animation 吗？总觉得哪里怪啊！啊，不管你，不管你，我要继续盖我的基地了。这里有个炉火，这炉火可以，诶、欸，我可以烤我的肉吗？不是我的肉，我是那个鸡肉，我昨天。昨天打的肉，哎、欸，可以吗？不行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啊，有火堆就可以了。那肉可以弄吗？目前没有肉，有油啊，油，啊，就七瓶燃烧瓶。啊，我目前只有一个 tent， 就是那个帐篷。OK， 我把帐篷放在，我看一下，昨天那个这张床留给 Rick 好了。对，它或许会用到。帐篷放在这里，感觉有点 lonely 哎、欸。然后放哪边好、啊？哦，这有爆裂物！等，我看不到、啊，跑太快哦。哇，火箭筒 C4， 炸弹哦，哦，爆裂物哦，不错不错。好了，我把这个帐篷放在这里好了。这帐篷是非常需要的东西，然后它可以放大，不，它其实可以拿起来。OK， 放在这里 ，Yep， 这样才对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有那个工作台，这工作台要放哪？走开啊！工作台放这啊。OK， 然后我有一个什么武器库放在这个地方好了，我觉得放这里刚好，把它转过来，转过来 ，OK， 你把它放在这里 ，Yep，OK，、okay, 这样子的话，我还剩下一个工作台啊，
其实也不用啦，我现在其实就可以了。然后我这边还有很多东西可以盖，目前不然再加一些炉火好了，放在边边，放在这里边边照亮一下。虽然说已经有发电机可以用了，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亮的地方啊。那炉火放在哪里啊？啊，这里，至少可以看得到敌人吧，都可以照亮一下。OK， 然后还有两个 campfire， 我把它放在门口好了。这个门口会是哪里啊？我想看。啊，放在前面那个门那边、啊，这门那边应该 OK 啊。这堆尸体还是觉得怪怪的，这边不太好。OK， 总之呢，我把这个 campfire 放在这里啊，这样子有人把守的时候可以看得到人。放这里 ，OK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你们？嘿嘿，好吧，僵尸过不来了，你们慢慢的打吧，这里交给你们了。好了，我要开始要做一些东西了。我要做什么东西啊？我想想看。啊，我首先我可以先把我那台吉普车改装啊。我觉得它机枪是。其实还蛮好用的，但是我想改装酷一点。然后我的枪，我想把它改装一下，我看它可以改装什么东西。哇，你们离我太近了，我没办法用啊！开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我开啊！旁边去，你也去，走开！不要看着我啊！好，来攻。找一下，哇，这个是做子弹的 ，OK， 这个子弹我可能非常需要。我的枪应该是 S， 这是应该是这种的吧？哎、欸，啊，这个 ，SMG 的，我这把枪 SMG。OK， 我子弹已经满了，然后OK， 其实没什么可以改的啦。Just reloading。OK， 这样我子弹就满了。然后我想看还可以改什么。对齁，那台车。好，我需要一点时间改这台车。我先把它开进来好了。你们在门口等我啊。OK， 我改好了。OK， 到这个工具台这边。OK， 这台车出来了。好了，那么我们先试一下它的功能好了。哎呀，还有个人跑过来了，坐上来吗？这是 Rick， Rick 上来坐下吗？哈哈，感觉刚才那台车比较好啊。好吧，没关系，我们下次再改回来好了。那 Rick 上不来啊，所以我们就我看看啊、哦。附近的超商抢一下好了，试试看，反正要转脚而已嘛。瑞肯就慢慢的训练一下脚力吧。为什么没有僵尸啊？看起来是没有僵尸啊。没有僵尸让我打一下，真的蛮 lonely 的耶。好吧，不管，下车了。我们去搜刮一下物品。OK， 那个水已经满了，然后食物也差不多满了。OK， 我回去吧。目前没有看到僵尸啊，所以今天应该算是很不错。有看到在前面，争先恐后的上车，不要怕，有我这台车在。来清一下僵尸给你们大家看一下。哇，一发一个人哦。为什么他飞到那乱飞啊？为什么他头怪怪的？喂，完全不受控制啊。哎呦，是谁在射我、啊？是谁在射我？奇怪，
我玻璃破掉了。把他们车上射哦，真有趣。这样子其实就不怎么可怕，我觉得。所以我可能还是要把车子改回来，好吧？我们这集先到这边，我们下集再见。